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珂。今天呢，我要来拍一整个系列的 Minecraft 生存，终于来拍 Minecraft 的影片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这一集啊，没有这一个系列啊，会拍得很长啊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砍木了，做一些武器。我一开始的话，我会把斧头当做武器啊，因为斧头的伤害会比那个剑还更高。OK，我们拿完了十个，然后先来做一个工作台。先做一个斧头，再做一个石头。OK，过后我是要选择打一些小棵树，因为了拿苹果了。因为如果你打完整棵树的话，就整棵它一点木都没有留啊，它就会慢慢好像枯萎过后，它就会掉苹果。然后因为一开始的话是你没有食物，没有什么食物，所以就靠苹果。像我这样刚生，旁边就有猪有鸡啊，这样就简单。所以刚刚我发现一个东西，我刚生成的地方附近有一个悬崖，就很好哎。所以讲，我下次要拿什么铁啊、金啊，在悬崖都蛮容易找。那些种子过后可能会有用到，就做小麦那些。我是要尽快，你看斧头一下就死了。我是要尽快找到羊啊，因为不过晚上了，所以现在我就挖一点石头啊。没看，我很需要火把。2000 years later。刚刚呢，我就已经挖完挖到我的那个木镐坏了，所以现在种出来。所以这边种一点那个树。接下来就点个 furnace 熔炉，做一个熔炉这一点，然后现在来做石膏。你等一下，这里有的开哦，这样我就不用做这样辛苦了，是不是？我觉得做个两个 ，OK， 哦，这个，所以你们要跳起来打，跳起来打的话会比较多。一个很 critical strike 啊， critical strike 怎样讲？就是暴击啊。你看扭跳跟扭跳。
我想问，因为你看我下面那个有那种声音的那个字幕了，那你们用我的麦克风是英语版的还是华语版的？可以在下面留言啊。是，哎，龙路，龙路的话，哎，少一点。火把，我现在就去找铁。血，门什么都没有看到。我要找铁。铁，哦，有铁。我跳下去。刚刚我挖一点那个泥土是因为要垫上去。很快要晚上了，什么事？蝙蝠会咬人吗？蝙蝠会咬人吗？我的工作台啊，这里刚刚过了一段时间过后，那个铁都会烧好了，所以现在就来做一点。我是要做水桶，然后再做一个铁斧啊，做一个铁斧了，对啊，铁斧，做一个铁斧。铁斧他们讲它的 damage right。比那个比钻石的那个剑啊就钻铁斧比钻石斧的 damage 还高，对啊，没有，差不多一样高，所以我现在是要做这个剪羊毛的。 OK， 现在我是还有要做盾牌，对，做盾牌哦，对你过后你来讲了打仗，战会就不对，就你出去啊，尤其是晚上啊，你看到僵尸那些啊，就比较好打。所以我是不敢出去打了，可是一直待着还没什么东西牌呢，所以出去打了。反正第二天过后我是要搬了，我是觉得我不要在这个地方不是很好。 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就出去找一个好一点的地方。我是最怕遇到那个现在是要拿多一点食物，是，不是被打被打，激动，两次 Creeper 在我面前爆了。现在是拿多一点食物，先跑，被打。
别打！耶，有羊！噔！喂，噔！刚刚过完晚上的时间，我还是找不到，因为比较暗了，我就忘记我死的地方是哪里啊。所以现在早上我终于拿回我所有的装备。现在刚刚我就捡了，哎，有身份羊吗？刚好可以做床。Yes。我现在食物很缺啊！哇，你还给我种这个毒，哎！我先跟你们讲，这个我要做水桶的，因为做水桶哦，做水桶还要你掉下去那种悬崖啦，有的上可以用水桶上来，就。我现在就去找个比较好的地方。就可以像刚刚这样，就你跌下去啊，然后你放水桶飞上来。等我掉进悬崖后，我再给你们看，这样真正的上来了。来，我们去找一个地方。刚刚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大的空地啦，所以我打算就在这边建一个屋子，可能下一集我就建，再就拍一集建屋子。所以现在的话，我就随便在这边放一个东西。然后在做床是最重要的，现在我晚上帮他们打。OK， 哎，我说，哎，算了，所以就在先做一个床在这边当做 spawn point， 等晚上。好啦，今天这集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所以很废啊，就因为我要拍建屋子呢要很多时间，我怕一拍一下一集整半个小时要20多分钟，可自己就是单纯找东西咯，就跟你们讲一些 basic 的东西，就一开始你需要什么啦，所以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帮我按赞分享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现在是要做一集很长啊，就一大集的那个一个系列啦，不是一集，一个系列的 Minecraft 生存，所以我们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